太饿了。嗯，和尚好像先吃东西了。完全吃了。感觉好像天要下雨，天都变黑了。等一下。有。我刚刚原本想要帮小朋友买那个夏威夷，结果忘记夏威夷停卖了。哦，停卖啦。对啊。所以就没有夏威夷。没有夏威夷。那小朋友很爱吃夏威夷披萨，我小时候也很爱吃夏威夷披萨。我只要肉肉。哦，等一下，坐好。我还要吃起司。肉肉起司。好，好，我直接发给你。开始塞车。你看一下，我就用这样子。爸爸，爸爸。帮我哥哥，儿子。早就已经看好了，自己拿吧。你不用自己拿，你不用自己拿，你怎么吃？妈妈喂我啊。我不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也要吃东西。我在忙啊，我为什么要喂你？啊，你自己可以吃，为什么我要喂你？因为他是少爷。现在外面很闷热，外面才35度哎。还是你拿过来，你不要吃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可以自己吃吗？好。我可以自己吃。好大一片披萨。那我觉得这样比较，这种披萨这样弄比较好。嗯。就是感觉很有那种美式在路边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我。而且这种纸好像比较不会，这种防油纸它比较不会湿。其实我觉得是啦，但是你知道在国外啊，三明治啊也是用这种纸袋、包，但这种纸袋它成本比较高。那主要你怎么样？你纸盘高吗？哦，好像应该盘子比较贵。加辣椒粉就好。弄啊！我觉得它这次比较咸。哦，对啊，我刚才吃了点咸。对啊。你在这里，耶！特咸的，为什么这次这么咸？它这次失手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披萨？总会啊。我说它这次那个。肉很多，但是我觉得特别咸。这Costco披萨真的很便宜。你看，它超大的披萨。300。比任何披萨店的都便宜。你吃的好狼狈哦！你吃的好恶心哦！他们有没有给餐具的？餐具完全没有，找不到，没有放那边，都没有放。他因为现在要卫生安全，餐具放在那边后，每个人都这样摸，其实也不是很卫生。不念，但他可以放在他们柜，他们自己给，但是他们就耗他们的人力。嗯。哦，因为餐具没擦，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座位区啦。哦，对啊。那其实我说是啊，
除了没有给盘子的话，我真的是不知道。你除了买凯撒沙拉，他应该会给你叉子。没有啊。买凯撒沙拉不给你叉子的话，你用手抓沙拉吃哦。回家吃啊。哦，那、啊、我说不定我可能在我没有要回家，我可能在路边这样子。他们那边又没有设餐具，设那个吃东西的地方。那你记得我之前去垦丁的时候，我买凯撒沙拉，他也没给餐具。没有餐具啊。哦。他是差不多快开始玩食物了，真的。没有了。你刚刚看得到他哦，一个小头。穿白色，我怕滴到身上。他被绑得很紧了，下不来了。我们家没有崩溃了，怎么办？再给他面包啊！啊，不要吗？面包，你给他。我这个很硬的。嗯，给他硬，给他啃好了。是假的，你是妈妈来，拿给你啃。要了啦。这什么都不要啊。等他再看呢、啊，来再给他一次。妈妈，他丢家他自己丢掉的。哦。好，欢迎起风了，我就会下一场阵雨。现在还有那种蒜辣炸鸡啊，芝士汉堡，是我之前买过那个炸鸡的味道。嗯，它那个炸鸡是用烤的，它不是用炸，因为它外面粉不是那种很，然后很酥的那种。嗯，你看它从烤箱拿出来，它是真的有辣，蒜辣。他要不要出炸鸡？嗯，好像两只89块。哇，我吃完了。它鸡很皮实啊，很咸，咸又难咬。怎么会这样？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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